老公要来吗？他没接了。他没接啊、哦？电话不啊？前几个小时。说没有多久，两个分别都在找你呢。你先生来过晚了呢。你在不？在哦。打给你先生，结果没接啊。我想好像有跟他联络上。回锅，几点开始骑车的？早上中午几点开始骑车？没有了，傍晚才出来的。傍晚？没有啊，你先生说你中午就出来了呢。啊，你找不到家、哦。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回家怎么走吗？那怎么走？往哪个方向？讲你找你呢？开始你中岛就开始骑啊，你骑足久啊呢？无啦，中岛。啊，你中岛有食无？你有食饭无？晚餐还没吃。好像没有吧。中午没有，人家没吃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说会不会肚子饿？晚上都不吃的。啊，中午啊。中午啊，你中吃啊？中午有吃哦。你一个人吃吗？你还够油吗？你刚切饭，我切够油，你会加油无？无啦。哎、欸，收起来！吹掉，吹掉！哦，重庆甘肃家，我这边开到个重庆甘肃家，开到无油啊！